随便卖啦，随便卖啦，能爆来啦。是假的哦，没有大的啦。谢谢艾森。谢敏长，秀敏长。记得不加盐巴啊！大家早安，进来的朋友们帮我按一个赞，还没有订阅的订起来哦，谢谢你。来，能爆。还有谁？ 那边还有，来后面好几个，是不是？都有的哈。我们线上有货，记得留一大包货。太贵了，贵蛤蟆差不多。那么小不值，所以没有办法单一的留货，不好意思。这个价差是非常的大呢。快快快，我们没赶快。南姐长哦，你今天没办法来，没有关系啊，下礼拜见。六啊。这一包掉嘛，来，你今晚回来。小杜仔仔，啊，空气接出来，来，安尼个收起来。 回去你不煮，一样这样子把它绑着，放在冰箱收好一箩筐，就这样子包得很紧。在更紧都没有关系，不让它开口。要煮的时候有两个方法：第一个快炒，第二个如果你担心奶对跟蛤蟆赶快夹，水果开哦，记得丢一秒马上上，它会回开口。不好的就只剩下快火快炒，就这么简单。 有两种方案，你要自己去选择啊！记得现在你记得把它绑紧，绑得很紧。来，200块的，剩下最后的没有了。大行的买物件，不是我那么多，买物件不喜欢去吃，卖不了，钱无好赚，无安尼做吼。咱拢对基层起来的人，不是迄款的安尼哦，拿金汤匙出世的。 来，这个像这个有没有像这种破掉的就不要啊、哦！来，冷巴最后三个客人，200块，冷巴一箱，冷虾海龟鸡尾矮，你的话虾没有，好，谢谢。来，黄鱼我开始来卖，先从最大只的一斤二的黄鱼开始，黄鱼这阵子超贵。 从清明过后，黄鱼涨不停啊！鲽鱼，啊鲽鱼，来来来，一样我来卖。哦，大只的来，大只的黄鱼来抢。好了，邱书记，要讲黄鱼是啥？请问点菜点黄鱼的是谁？啊、哦，等下来。这大只的黄鱼，今麦一台斤的黄鱼二十三，一只外口凊彩抬到爱二十五起步，来四只开一千。今天在。 你们贵州会不贵州会一组为单位啊，卖开几千，开八百，开七百，六百，最大值的500。500块，你要什么？好，下礼拜见到兰姐等你哦。我马上。来，我爸。蛋还会加吗？蛋还会一件提来。不要不要了。来，我来算几组，然后这样子卖它。来，我爸。你要点半开始哦。 哪桌？后面有。后面。西周。西周又多两只，来这边。这样2000。对啊，这个是10公斤装的。这个今天外面一只都是200起跳了，没有人卖这个价钱啦。 大家早安，留货只有留一大包或者是一大箱，没有单子留货哦。你等于二，四周不能加，2250啦，2000，来过来，来，你们加过来。王宇，你今天去问这经理的，一只拢是200起条，外口卖一组800箍，小辣椒打300箍，你的抬杠。小弟，来，500块。小弟，大家早安。 公斤买200多的黄鱼，真的是可以钱卖的，在充电啊！不嫌弃大家再到我的频道订阅我的频道，我们就会取代。还是要卖？那个抠奖，我宁愿哦，亲亲啊，小修啊，我要来给老林家，我爸，绝对要卖！外面随便一只绝对200块，这么大只的黄鱼，今天就是要200。外面买800。 我爸，几箱？两箱，3箱没有，好，谢谢。买两箱。收收回去。买两箱。大哥讲没完呐。来，再给我一箱，因为大哥那个吃不完。来。
没有，我们没有宅配，我们只有现场购买，没有宅配。来，对，来告，来，几脚坏坏，砸，来，来，洗吧洗吧，来，来几，几，两，我用尿会夹着，你手歹搁夹着，三，四，五，六，七，八，来告。啊，来十只，来四百块出来，好便宜，好便宜。哎，黄花等于都爱住了，哦，谢谢你们。吃肉到旁边，他要箱子。来，请问还有哪里？啊，不，他这样。你那里一捆哦，转过来一捆啊，睡不着。好美，好美，来来来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。他不是有鱿鱼花吗？有，
两件。不会，今天你无再来啊？鲽鱼，赶快先给我。鲽鱼给我。鲽鱼，鲽鱼。鲽鱼，那个后切的鲽鱼给我，然后鲽鱼我一起卖。鲽鱼谁要谁点的？谁点的？一斤装的鲽鱼，几只鲽鱼？外口吹到好无吧？两只，开一千，这个是半条鱼。卖开一千。你们，我们下次你们下货，请你把货集中在这边。你那客人连站都不能站，你叫人家站哪里？对对对。来一个。螃蟹十只四，来两个，十只四，来三个客人，啊，四个、五个、六个客人来、啊、一起来啊！同一条，一桌卖公开几千，开八百、七百、开六百、五百、五百，无人要吃啦。以咱家来讲，因为鲽鱼到处还是买得到，卖五百、四百、四百，六个客人，三百来，三百罐。一只鲽鱼，半片鱼卖你百五块啊！我今天一台斤，外口都爱二啊，八至三百。来三百，300块，鲽鱼喜欢的说话。来，剩下最后四个客人，喜欢的来，300块，回去清蒸做糖醋。来，鲽鱼用干煎的也可以。啊、哦，鲽鱼这是好鱼。来300。300一箱、两箱、三箱，要到月底要多少箱啊？剩下最后的没有了。300块，三百一箱、两箱、三箱，好了，后面姐姐。300来，剩下最后两个客人，要买要快，我这只太大了。来这两个，来300块，最后两个客人，来三百多啊。来，就四个客人呐、啊，一个人买一只回去吃看看。来，八哥，来，运营来，来，八哥，我们捡过来，八哥，不是啦，我这，好了，来，八哥，我来放。这一组呢，四只就是600。刚才点鲽鱼的是谁？养鲽鱼的那个老板是啥？大哥你。如果这四只我卖你，你吃会完无？五百好不？500块，就这么简单。来，下次会登啊。来，我们来卖鳕鱼，所有的鳕鱼尾，蒜里也不会乖，鳕鱼的尾蒜，没有苦，没有刺，清蒸、红烧、糖醋、做干煎，统统都可以。来，一件呢？一件是20台斤，一台斤300块，一箱6000。我客家的来，2台斤开600，卖600，两箱卡手进来用500，开400，300。谁点鳕鱼的，请举手。两斤半嘞。谁点？你点。三百才几啊？200嘞。来200。这个我来开哦，看看手够多久。来，老板。Yeah. 来200块。等我一下哦，把东西哦弄好。来，小弟师傅麻烦。来，老板。你能混呀？啊 ，OK。来，老板。好 ，OK。来，那没有了啊、哦，不能再收了啊、哦，没有东西可以卖了啊、哦。来，后面给小静。前面不收钱了，要再给你一份就好了啊、哦，因为后面有。来，小静的，你来，阿妈有没错？你看到没？看到没？没有了，挂给你。对，就是这样子。来，给小静，来最后。来一份。好，谁没有买到的？还有谁？好，阿妞，你后面那个收他100块就好。好，谢谢你们来鳕鱼，来后天的鳕鱼还有后鱼来跑一波，来今天的冷冻还没有跑哈，今天都是。你要什么？我问你好啊，说冷冻我跑一趟，来，被抢这三个在这个什么鱼？
这个叫什么？你去餐厅吃得到的，这叫做骨灰啊，配合很老的骨灰啊，煮的咸菜就是非常的清啊。来，牛尾只有这么一件，这一只骨灰啊，家只餐厅吃这一盘800，来，家只只。李分长，来来来，我不要，我马赶快来聊完。这种东西是野生的，哦，安尼就好。这是野生的啊，来要吃来应该容易，一箱的鱼啊，我甲吹吹好掉。我有啊。我剩下两件而已哈，快被卖完了哈。来，一二三四，四个客人啊，一只，一百八，两只呢，这一组开1000，卖1000。